爷们儿叔叔汤多了。图啥呀？吃不？进事儿。他奶呢？送孙子打的什么球来？大哥在哪儿买的？市场过来。不是我，你是在龙江买的吗？啊。我还不到市场。咋的呀？吃问的还净事儿呢。那吃一点问哪来的呀？那万一偷来的就不能吃了。废话，谁是这是？哎，大哥，你看有没有食欲？配上大米饭，焖大米饭了吗？剩饭，看见没？看这爷爷就知道自己吃。你看我姑娘着急了，自己拿勺来撅饭来了。哟哟，哎，完了，没事，妈你拿这儿来，近一点。我寻思你要夹那扔我饭碗里呢。撑上了，你看我姑娘，看厉害吧，轩儿厉害吧？咦，乐了，你看自己都撅半碗了。嗯，我姑娘晾开肉，来两块呢。大鹅和挺辣，我用的。烫啊烫！给我给你来个鸭爪，脖子爪。